解说不带专业，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调，这位您呢笑问一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的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啊，这是来自于中原炮院，哎呦我靠，炮院里面是干嘛的啊，叫这个老子叫坏水啊，那是什么呀，地图是费舍尔湾标准模式，我们在上面的出生点位，开始行动。咱们看一下，他开的是一个黑豹八八，黑豹八八这个车，哎呀，之前也没怎么关注，咱们可以看一下他用的效果如何。好，德系吨位打，把人家重坦的给顶了啊，顶人家屁股。我靠，听见门响。应该是那两家伙回来了，没看到他们的这个1375在中间。黑豹88我也不知道他隐蔽如何，而且你看他这个地方，其实对面并不太好打他。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啊，他就这样成功的偷掉，他是没灯泡还是真的就没亮？我靠，这有这么逆天呢？他这搞得我也想买一个呀！哎呦我勒个去！啊，我们看，现在顶了出来。我们一线这边完全是长驱直入啊！我第一次有见这个地图。现在这个点就能把一线给捅穿了的，这简直何等的卧槽，你敢信吗？好，正脸被甩了一发，但是一发炮弹跳开了。哎，看看他是打到哪儿去了，吓死我。我们重创目标。哎，打得中吗？这个残血没打到。哎，可惜了，还以为能把这个人头给收掉。然后看，哎呦，这，妈，这把奇葩简直是个。这怎么了？一线坦克是一线，你看小地图，一线已经穿过去，然后现在他要防这个城镇这面就对面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主力没去一线嘛，导致我们在那面突破了。那这样我们主力压到一线了，他们的主力就从这边捅出来了。他反，我想德系车他是属于一个，就打黑枪的。对，看得出来。就他硬，他硬拼的话，这个是一般会出事儿。然后，他像这样偷袭的话，反而就是说会有奇效。哎呀，他反应过来了吗？脑袋转过来好吗？但你来不及了。哎呦，别！哎呦我操！被打了一发，被打了一发。但是没有了。敌方战车被击毁。残血成功的是收掉了吧？他。嗯。啊，那我们看一下，他还是不是能够接着打黑？目标未被击穿，感觉他这个血清人阴的很爽快的感觉。这个哎，其实你要看面对什么车子，有些车子它那个装甲可以研究一下，然后对，不然的话是有些难打穿。就坦克世界它这个游戏，它跟其他设计，目标未被击穿，它跟其他设计的游戏最大的不同就大概有三点：第一，它有视野，你比如像那个 CF 嘛，啊对，你只要地图你中间没有障碍，你看得到的东西，嗯。那它是属于只要人过去你肯定能打得到它，而这个是属于你每个车有自己的隐蔽系数跟视野系数啊。如果说对你，比如说你的视野是500米，对面站在600米，然后他的视野是700米，他就能看得到你，但是你看不到他，然后他瞄准你，帮，然后等于说你是干不到他的，他确实能干到你，但是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坦克世界这个游戏的平衡性还是做得很好，就是说你有多大威力，你就有多大限制，所以我还是觉得这还是给了很多的玩家一些活路。啊，然后他另一个就是说这个装甲的问题，他并不是说你这个多少穿身啊，他这个装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你比如说可能你的装甲并不厚，但是你能摆出一个角度。他实际穿身厚度就变高了，甚至说他这个炮弹可以弹开。啊，所以啊，就掌握这个坦克的这个
目标消失，寻找下一个目标。对，对，所以说你就得首先你要了解每个坦克它的这个装甲分布大概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得看它现在是个什么姿态，然后你到底该打什么位置，而且就是它是可以，比如是断它履带啊，可以导致这个东西。对，其实豆豆之前就是一直不玩坦克。目标被击中，嫌弃他，我觉得跑得太慢了，你知道吗？那是小时候，哎，现在好了，我想、啊、空中王长智商了。啊、最开始很多年轻人玩不下去，就是刚开始太慢了是吗？刚开始出来那个小车太慢，然后现在他可以调过了，现在小车方妈的欢乐的很，见面就啪啪啪。啊，你这个节操掉的，见面就啪啪啪啪，真是的，打得漂亮。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哎，这位仁兄，感觉他这人都拿了多少分？感觉他一直在不停的啪啪啪对面，感觉要零差一轮了已经。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小声点？等会儿邻居又来了。哦，忘记了。我们重创目标。没死掉，再。等会儿他妈的又来敲窗户了。敌人完蛋了。家里面被搅得鸡犬不宁，然后我们去他们家的那帮人还不见得打得过，这他妈最蛋疼了！我操！我现在看到一个打得漂亮，连发轻坦想搞死他，然后他在十斤桶烈虎巴巴的菊花，他好像是没有炮弹了，他正在上弹，上里面打掉了，干死！哎呦我靠！这他们的火炮差点很砸的，打得好。看到了，给了敌人狠狠一击。我靠，哥，你用12个金币弹，妈的，你上一下！装甲被击穿。这么关键的时候啊，你为什么不上金币弹呢？金币弹是敌人完蛋了。穿身啊，或者什么，它要稍微高一点。啊，当然也不会太变态。你比如说去啊，相对来说好一点。你如果真的太变态了，那是不给人。我操，那、啊、那是不给兵那玩家要造反了，要吊打了。目标未被击穿。神作，没办法。不，他看他有没有修理包，有修理包。我们重创目标。修理包用过就没有。是来，哎，这边修理好了。啊，他知道屁股后面有人干他，他得窝进去打，然后这边来了一个他的基友。目标被击中。我操，那个车妈的坦克世界几大疯狗之一，骚打得好。啊，但是被给人家干掉了，你就没法骚了啊！想骚没法骚。不，他怎么想的嘛？敌方战车被击毁，怎么被打的这么快？125，他刚才死掉了。415效率值啊！好。哇，好玩这个的。有妹子简直不正常，我跟你讲。但是有啊，上次北京那个妹子玩的就挺好的呀，那么猛。啊，所以说她是属于不正常的那其中少数几个呀，那大部分搞不好都是人妖。哎，小哥没事，这么没事。哇，他妈的，你是不是好多男观众伪装成妹子 QQ， 然后来加我，然后我就把他 QQ 复制在微信里搜一下，发现是个男的。不要骗我了，老父亲上了肯定会打，不会再上了。那你完全还是我的哦，骗你肯定有什么可爱点的妹子，记不清楚了，好久以前的事儿。啊，现在大家也是学生了。哎，这边好的，因为刚才不是说在跟他妹子是吧？对方家里边走。对啊，然后跑人家里去啊。胆子有点大嘿，胆儿肥。他看见小哥那个残影，刚才根本也不在这里，他可能我都过来啃。但现在，哎呀，他炮弹并不太多了，因为现在的炮弹你不能浪费。就是能打得着，当然最好。嗯，在这边也必须，这个车挺必须。妈的，德系的隐蔽性别想。但是我看他这个车好像还好。他现在是让队友去帮他点亮，然后他在远处黑枪，好，队友甩了他一发。相当于是那个射程的话，应该是比较远。嗯。如果当空炮的话，那就变成碰碰车。正好德系吨位大。装甲被击穿。哇，这一枪打得漂亮。
啊，倒回来再挨一下。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这能说六吗？这尼玛智商，走过去啪被打一下，妈的你就。你应该知道那个路口有人黑你，就别回来了。但是他看见前面有个人，前面那个人要干的，他还是只有退回来，妈的啪，又来一枪，吓死老子了。啊，这特别不错。好，那么这一次的解说视频就到这里。好，那么我们下次再见。